您现在听到的是蹦龟啊，黄火点燃的声音。每年大约从六月初到中秋节前，位于台湾北部新北市金山区附近的海面上，就会看到利用古老捕鱼方式黄火捕鱼的渔船，不时点燃熊熊的黄火。只见随着火光乍现，海面上一波波跃起的青鳞鱼落入网中，画面煞是好看。然而利用这种黄火捕鱼的古老技法，曾几何时已从极盛时期的百来艘船逐渐凋零到只剩四艘蹦龟啊渔船，此刻正面临失船的危机。黄火捕鱼又称为蹦龟啊，1930到1940年代盛行于北台湾金山野柳石门一带。渔民用电石，又叫电土、电火石或黄石，加上水之后产生乙炔气体，一点火就会发出强光和声响，再利用鱼类的趋光性吸引鱼群聚集，然后把鱼火迅速拉高，鱼群就随着鱼火的拉高而集体往上跳跃。这时渔船就用渔网把往上跳的鱼群迅速捞起来，这种渔法又称为焚迹抄网渔法。根据当地文史工作者郭庆林老师的调查，最初应该源自于火把捕鱼。目前仅存的黄火船为明胜号、富吉号、全胜号以及勇于发号，共四艘。黄火船出海一般至少要七名俗称海角的渔工。站在船头的火长对附近海域礁岩、鱼况、海流以及潮汐非常熟悉，负责指挥渔船行进方向以及寻找鱼群、点火和引火等工作，必须由经验丰富者担任。船上还有其他渔工负责开船、操网、整理网带等各项作业，各司其职。如今的黄火船出海所捕捉的鱼类以青鳞鱼为主，青鳞鱼是沿近海表层回游性中小型鱼类，属沙丁鱼的一种，一般多做石斑鱼的饲料或延绳钓的钓饵，也有人做成鱼露出售。当夜幕低垂，渔船发现鱼群，黑夜的大海上黄火瞬间点燃强大的火光，数以千计的青鳞鱼跳出水面向火光飞奔跳跃，渔工们赶紧架网收网，将渔获捞进船舱。如此来来回回反反复复的流程延续到晚上十点后返航，而回到黄港渔港的渔工们仍不曾歇息，赶忙运来冰块，卸载完渔获，接着又准备出航进行挽留的捕捞作业。这种日夜颠倒辛苦的讨海人生涯是一般人难以体会的。站在黄港旁看着招潮蟹悠闲地自由行走，聆听当地渔民齐老许坤玉诉说着捕鱼和挑着担子走鱼路古道的过去，讨海人一辈子的甘苦在笑谈中尽成云烟。以前无方便无车冲搭的，在个时啊，然后拍不滚就搭搭呀呀呀，要用山啊插山啊去啊卖啊呢。较早拢无方便冲搭的，对只一路啊，行呀阳明山啊插山啊去。跟着文史工作者郭庆林老师，踏上经人称之为鱼路古道的金包里大路，两旁倾颓的建筑物，道不尽昔日熙来攘往的沧桑。然而相信在当地文史工作者及居民的努力之下，金山渔业的文化资产保存定能如蹦龟啊一样再次点燃璀璨的光芒。